了吗？贱人，上次没摔死你，这次我亲手送你归西。绝情谷主不愧为绝情两个字。本来我想等你救了顾儿再杀了你，现在就不客气了。那咱们今天就同归于尽。顾儿他爹是因我而死啊？我爹爹果然是你们害死的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要报仇，我杀了他们。向阳丞相，当他的亲之仇，遇上国之义。保卫向阳城，绝对不能错杀半个好人，这才是大宋的好男儿。谢谢郭大侠，谢谢郭大侠，谢谢郭大侠，谢谢郭大侠。他能在迷雾中看清向阳的真实吗？你到底是钟世杰，我应不应该把他给杀了？师父，爹。每周二、周三22点，定期回《侠之大者》。